正在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和网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陕西省文物局。今天上午，国家文物局举行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那这个工作会是以视频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的。我现在所在的陕西省文物局呢，就是今天的一个分会场。那么在今天这个工作会上呢，国家文物局是通报了陕西西安江村大墓、河南洛阳郑平方遗址、甘肃武威吐谷浑墓葬群三项重要考古成果。那其中，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江村大墓考古队的队长马永莹是介绍了江村大墓考古工作成果。那江村大墓位于西安白鹿原，是近年来考古发现的一座超大型汉墓。根据出土文物和历史佐证呢，考古人员判断江村大墓很有可能就是西汉孝文皇帝刘恒的霸陵。那这样一个考古工作成果也是经过了一个非常专业细致的过程。从2003年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就对霸陵陵区进行了多次调查勘探和视觉，发现了江村大墓。那之后，从2011年到2013年呢，首先是对史料中记载的霸陵所在地凤凰嘴进行了两次比较全面细致的调查和勘探。那证实呢，这个地方是只有十多块明清的石碑，没有发现人工修建陵墓的迹象。之后是再次勘探江村大墓，确认呢它是带有四条墓道的亚子形竖穴土矿墓椁墓，那地面没有封土，墓室边长也是超过70米，四周围绕着115座外藏坑，同时呢外围有陵园、石碑界和门阙遗址。之后从2017年开始呢，陕西考古工作者就对江村大墓外藏坑、陶窑遗址、陪葬墓等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发掘。那么在今天的工作会上呢，在听完马队长的介绍和汇报之后，与会专家也是对我省这项考古成果进行了点评。专家们认为，此次考古工作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否认了凤凰嘴为霸陵的传统认识，确认了江村大墓为汉文帝刘恒的霸陵。那以上就是我们来自陕西省文物局了解的情况。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新闻中心联合央视新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陕西总站共同为您直播的汉文帝霸陵在此，西安白鹿原江村大墓考古成果发布现场直播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甜甜，在古城西安向您问好。那刚刚我们的记者为大家带来了一个让人激动的消息啊！今天上午，国家文物局与陕西省文物局举行线上会议，首次通报了西安白鹿原江村大墓重要考古工作成果。经过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多年来的考古勘探发掘论证，否定了史料记载凤凰嘴为霸陵的传统认识，确认了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霸陵。那么在今天的直播当中啊，我们的多路记者也将会带大家去探寻真正的汉文帝霸陵所在。演播室当中啊，我们也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主持这项考古工作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汉陵考古队的队长马永莹。欢迎马队长。大家好。那马队长，我知道您刚刚从这个线上会议的现场赶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哈。我们知道任何一项考古发现它都是非常科学严谨的，更何况是这个帝陵了。所以作为真正的参与者和见证者，看到今天这个汉文帝的霸陵真正的确立它的位置，您是不是自身心情也不太一样？是兴奋，是激动，还是也些许的欣慰呢？这个是这样子的，其实这个工作呢，对我们来讲就是日常的考古工作啊，就是我的这个职业本分的工作啊。嗯，你要说是激动兴奋谈不上，说是稍微有点欣慰吧，倒是可以说的。因为霸陵呢，就是经过了几代考古学家，可以说数十年的考古工作呢，才到今天咱们才确定了它的位置。的确是非常的不容易哈。那说到这个汉文帝啊，大家很容易就想到一个词儿，那就是文景之治。其中的文啊，指的就是汉文帝刘恒。正是汉文帝和他的儿子汉景帝共同缔造的文景之治，开创了中国古代的一段盛世华章。
一座帝陵的确定啊，的确是一件非常严谨的事情，而改写史料记载的这一重大结论又是如何通过考古论证得出的？隐秘2000多年的西汉大墓里面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我们先要从20年前说起。2002年3月，六件通身黑色的汉代陶俑出现在美国索斯比拍卖行的拍卖图录上，即将被拍卖。获悉这一消息后，我国政府经过外交途径追回了这批文物。经公安部门调查，这些文物于2001年被盗，被盗地点是在陕西西安白鹿原上的一处古墓。至此，一座没有封土的超大型汉代大墓进入考古专家视野。由陕西省西安市两级文物保护部门联合组成一支考古队，在白鹿原江村附近进行了考古调查，但墓葬的性质及墓主人身份不能确定，曾一度被认为可能是汉文帝女儿馆陶公主的陵墓。后经考古工作人员详细调查江村大墓，发现这是一座带有4条墓道的亚字形大墓，这也让这座大墓引起考古工作人员的高度关注，打开了探寻发现的大门。今天江村大墓外藏坑发掘现场和考古成果将会首次通过直播的方式向公众来呈现。我想此时此刻啊，我们的网友和观众朋友一定跟我一样，对江村大墓的考古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现在呢，我们就来把视线转向西安白鹿原的江村大墓。我们的前方记者善林啊，就在江村大墓的文物保护区前，我们来连线善林。善林，赶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现场的情况。好的，甜甜，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位于这个著名作家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首先啊，我们来通过一段航拍镜头来了解一下白鹿原的地形地貌。我们能够可以看到啊，白鹿原是一座黄土台原，它处于西安市的东南方向，那它也是位于这个浐河以东、灞河以西，从北边啊可以俯视到关中，南边可以看到秦岭，四面环水，可以说站在这里会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那对于白鹿原名字的来由啊，相信很多人也会比较好奇一些。相传啊，周文王在此狩猎的时候发现有白鹿出没，并将此地命名为白鹿原。而在很多历史典籍当中，对于白鹿原地名也是有过记载的。而在今天早上刚刚发布的江村大墓的核心区就隐藏在白鹿原上。那我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身旁的这块文保碑，我们看到在这上面非常清楚地写到，在2019年10月7日的时候，江村大墓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在这块文保碑的后面也清楚的记录着，江村大墓是处于这个白鹿原上东北距窦皇后的陵大概是600米，经考古勘探发现，江村大墓平面呈亚字形，而且在大墓的周围也发现了100多座外藏坑。从下面的这些文字，我们能够看到江村大墓非同凡响。而大家注意往下来看，那下面也清楚地写到，江村大墓等级高、规模大、附属设施复杂，是一座高等级的汉代贵族墓葬。那从整个的这个碑文，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整个江村大墓的与众不同，而同时又能从这些文字当中透露出一些不确定性。那此刻我们再来通过航拍镜头从空中来俯瞰江村大墓的文物保护区，是完全处于一片田野当中，这和我们传统这个认知以及印象当中有着高踏风土的帝王陵是完全不同的。而在这里望去啊，距离东北方向大概800米的位置就是这个汉文帝窦皇后的陵墓，而向南望去就是他的母亲薄太后的南陵。整个的这3座大墓可以说是白鹿原上的3个大人物。那对于汉文帝的霸陵到底位置在哪儿，历史上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而经过现在我们考古队员历史文献和现场考古这2重证据法下，最终是严谨地确定了汉文帝霸陵的所在位置，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和我的同事将会走进考古现场，近距离地触摸这段历史，到底江村大墓还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而又有什么样的证据来去证明这个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的霸陵呢？我们不妨跟着直播一探究竟。好的，甜甜，我们在现场了解情况就是这些。
好，谢谢善林给我们发回的报道。其实从2017年开始啊，江村大墓就发掘了东北西南区域的8座外藏坑，也发现了大量的珍贵文物。那都说文物啊是会讲故事的，今天在我们的直播当中，江村大墓的这些文物又会带来怎样的传奇故事呢？现在就跟随我们前方的记者耿万重来看一看。好的，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现在呢就是在江村大墓第15号外藏坑的考古现场。刚才呢各位通过我的同事善林的介绍，对于白鹿原上的江村大墓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么接下来我将带各位更进一步的来走进考古的第一线，考古的现场，我们来看一看在江村大墓之中还隐藏着哪些秘密。现在呢在我的面前放眼望去，就是一个大约有30多米长的一个长长的坑道，这个坑道呢就是被称作第15号外藏坑，整个坑道呢是被这个层层叠叠的钢架所笼罩着，那么这些钢架都是为了保护这个外藏坑的安全。来看一张图啊，图片当中红色区域就是主墓室，而周围这些蓝色的小方块小长条就是这个外藏坑。我现在所在的15号外藏坑大约就是在这个位置，在主墓室的东北角这样的一个地方。接下来我就要通过楼梯来下到我们的15号坑里面去，来看一看这里面有哪些文物，这些文物又能够说明哪些问题呢？一起来探究竟。说实话，走这个楼梯啊，让人感觉心情是非常的激动的。与其说是楼梯，不如说是时光隧道。从楼梯上到楼梯下，仿佛就要走回到2000多年前了，来触摸西汉王朝，来感受大汉王朝曾经留给我们的那些惊喜和期待。当然，今天呢，也不是我一个人来陪伴各位。我们江村大墓翰林考古队的曹龙老师已经在这里等待我了，曹老师您辛苦了。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各位观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曹老师对于这个坑应该是非常熟悉了。是，已经是第几次下来都记不清楚了吧？记不清楚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概况好吗？您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这样子吗？肯定不是了。那当然。我们是所在的15号外藏坑在江村大墓的东北角。对，刚才跟大家讲的就是大概在这个位置。勘探资料表明了，我们这个15号外藏坑是通常79米，70.9米，70.9米我计算。平面呈长条形，它是个南北向分布。南边紧靠着这个墓室，北边呢它有一个宽约6米左右的长约10米的斜坡墓，斜坡道啊，斜坡道，对，是个斜坡道。然后整个这个坑体呢，它就是上大下小，对，就是截面成一个梯形。对，我们发掘的这一部分呢，它的长度有39米，因为主要是为了安全起见。你看我们现在搭的这个钢架，防护的钢架，在坑的这个两侧，大家看就是有这个台阶啊，对，这个可不是我们自己挖的，这个不是我们自己挖的，这个就是当时他在修坑的时候有意修成这样的，成这个之字形，这样喷从坑口一直到下面封不下来。它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在施工的时候它可以通行相对方便的，对，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跟这个给这个坑做一个这个类似一个支护一样，它一个收风嘛，这样的话就是防止这个坑体两侧垮塌下去。对，就是这个台阶不是我们今天的人走的，不是，是这个2000多年前的人走的。他们就是在修坑的时候就修成这样。那上面曾经留下过他们的脚印。对，应该是他们的一种建造记忆吧。其实一走下来，我已经被眼前的这个场景震撼到了，因为到现在就是这个所有的陶俑还都是密密麻麻的。是，这些我们大概数过吗？从这边到那边一共有多少个？这个我们大致数了一下，因为它现在倒得很凌乱，相对的是看着是，比较成排分布的嘛。因为它每排我大致数了一下，差不多13到15个。粗粗估算一下，就是整个现在这个发掘区里面的，出土陶俑的数量不下于1000件，所有的陶俑，不下于1000件。来，咱们边走边看，行吗？曹队，咱们离这些俑更近一点，比较窄，你那个对，我这样，我侧着身子就可以。对，好。对，这个坑呢，就是它跟
就是西汉帝陵的这种外藏坑呢，我们发掘的这些坑，它这个下面之后呢，就是坑体里面它是一个木质的锅室结构，就是其实是一个大的一个木箱子，其实下面就是它，你看旁边那个朽的那种，对对对，它是就已经成化石了，感觉它是化石，其实是它是个朽灰啊，有机质的朽灰，就是对对，它就是有下面铺有地幅，然后铺有地板，对，两边有侧有这个侧板，然后中间有这个立柱嘛，对，完了之后上面再盖上棚木。也就是说，一开始这些陶俑他们不是倒下的。那这样的话，就是都站着的。在香，在这个陪葬的时候啊，当时的时候就是，这些陶俑都是成排的，在这一个大箱子里面站着。对，就是排队整整齐齐的。对，嗯。你看，我们现在发掘这个陶俑，目前就是目测它有两类，一类是这个裸体石陶，裸体俑，就是你看它上面没有衣服，它的这个性别特征也比较明显。对。还有一类，你看这种，看它有这个。长儒已经给塑出来了，就是、说是这个，它上面，就是、说是它上半身是有这个长儒的，就是对对，穿着长儒，你看这个，它跟旁边这个明显不一样了，你看，明白了，哎，明显不一样，就是有些已经有两类，已经把衣服给塑好了，对对对对，而有的呢是完全的裸体，对，我们把这种叫，其实咱不能说是全部是裸体，就是叫着衣式裸体，嗯，就是他当时在陪葬用的时候呢。他是有丝质和麻质的衣服在身上哦，这、只不过现在时间太长了，对，他的有衣服已经朽掉了。然后这种呢，就是我们把它叫半裸体俑。嗯嗯。为什么呢？因为它和裸体俑相同的就是它也是木质的胳膊。你看，对，它这个胳膊这个、两边有个孔嘛，它应该当时用的是木质的胳膊。对、这个它也是木质的胳膊，但是它你看上身这一块，对，它是这个长如穹，它已经下来到膝盖这一块。对对对。就说是它有这样一种形态啊，嗯，这些陶俑呢，它跟我们在汉阳陵发掘的陶俑，这个规格尺寸都差不多，嗯，应该就是真人大小的三分之一嘛，对，一般这个身高是在这个50到60厘米左右、啊，嗯，差不多就是这样，就这样，对，这些、这个性别特征非常的明显，我们继续带大家往前走一走看一看，嗯、对，咱们这个考古现场确实是要非常的注意安全。哇，我觉得然后这种陶俑呢，就是我们看这个裸体的这个啊，嗯，其实就是从我们现在的研究资料表明，就是它是一种最高规格的，就是它是在这个用于这个帝王陵墓里面，这也就是我们对这个江村大墓这个性质的这个推断也是有一定的佐证。除此之外呢，就是包括就是像我们发掘的这个张安世的这个墓葬，还有一些这个西汉时期高等级的这种列侯墓啊，嗯，它里面也有这个，应该当时是经过特批的，或者说是这个就是也就表明就是这种裸体俑呢，它是给这个规格是相对是比较高的。明白了，嗯，因为这样的俑呢，它这个要穿衣服，对对对对，代价就比较高。对，现在看着它很粗陋，对，但是其实在当时它应该是一种。应该是一个精工制造，对，它整个称为是个精工制造，尤其是要每一件要穿衣服，对对对，然后又一个坑又有1000多件，对对对，所以这个成本相当高了。是是是，而且您还跟我讲，就是这样的坑，我们在江村一共发现了多少个？这个在江村大墓周边是115条，确定的数字？确定是115条。115条，对，它成这个就是每一边墓跟这个墓室是垂直。排布，嗯，然后就是围了一周，向心式的这种，就是这样的一张图嘛。对对，给我们的观众看一下。对，它等于说就是在这个墓室这一边，嗯，这样，在这个墓道两侧，对，啊、就是墓室的一边，墓道两侧，它就这样分布，对吧？嗯，你像汉阳陵那个帝陵一圈，它是八十多条外墙，这个是115条啊。明白，嗯。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了最终的结论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证据，对吧？对，数量非常多，然后呢这种等级算非常高，是等级高，数量多，另外它是成规律分布，还有就是包括就是江村大墓这种亚子型的这个墓葬形制结构呢，哎，亚子型，可以看这张图，我还另外背了一张，它也是这个，这张图可能更明显一点，它也是天子级别的，就是按照汉礼的记载，就是像皇帝皇后他们才用这个亚子型的，嗯，
像这个诸侯王这些，它就是中字形的。明白。这些俑，我看现在他们身上还有一些红色的颜料，是怎么回事？它这个俑的制法呢，就是我们在汉长安城这个制陶作坊里面发现过，就是做这个陶俑的模子啊，就是这个躯干这一段的。所以这个陶俑大体来说，就是它是从这个头部、躯干还有肚脐以下这个到下肢部分，分三部分制作，然后粘合在一块。对，粘合在一块之后呢，它由这个匠人呢，他在进行这个面部和一些细部的这个刻画，再通体涂有这个涂朱，就是这个红色。对，红的这个色了，有的也是涂这个就是这个白色的这种颜料啊。然后他这个眉目啊，他就画一些这个像眉毛啊，他就描黑，做得更加形象一些啊。对，好的，我和曹老师的探访呢到这里先暂告一个段落，我们把时间交回给演播室，待会儿呢曹老师和我继续带各位来探秘。好，这里是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新闻中心联合央视新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陕西总站共同为您直播的汉文帝霸陵在此西安白鹿原江村大墓考古成果发布现场直播特别节目。那通过刚才的直播啊，让我们见识到了江村大墓外藏坑当中数量惊人的陶俑，这也更显示出了这座大墓的与众不同。那么这些着衣式的陶俑曾经的样貌到底是什么样的？除了大量的陶俑啊，在已经被发掘的外藏坑当中还会有怎样的发现呢？外藏坑是古代高等级墓葬用于埋葬陪葬器具的墓葬设施，一般位于墓葬四周，而外藏坑环绕的这一部分就是主陵。丝制的汉代服饰，能动的木头胳膊，当复原出的着衣式陶俑出现在我们眼前时，不禁让人遥想2000年前成千上万陶俑密集出现的震撼场景。时光流逝，丝绸木质在土壤环境中逐渐腐朽掉，也让一尊尊陶俑显露出了它本来的躯体面貌。在江村大墓外藏坑，除了裸体陶俑和半裸体陶俑，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包括女性形图俑在内的多种罕见形图俑种类。眼前的这是一件男俑，这是一件女俑。令人惊奇的是，这里还出土了几件非常特殊的陶俑，形图俑。和秦始皇兵马俑相比，这里出土的汉代陶俑个头只有秦俑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而在江村大墓中，一个个字迹清晰印章的出现，也印证着一座座外藏坑所象征的地下官署机构。在众多被发掘的文物中，还有一件精密的青铜齿轮，让人叹为观止。可能体现了汉代这种手工业和这种冶炼的这个很高端的水平，像这种齿轮就是现代工艺特别的厉害，非常的现代，打磨得特别的精致，但是我们现在它具体的用途我们还不是很清楚。确实，这座江村大墓带给我们了太多的未知与期待，而在江村大墓附近，像这样的从葬坑还有100多座。通过刚刚的这个现场报道和短片啊，相信大家都感到非常的震惊。那如此大规模的陶俑，能够与之相类似的，恐怕只有上世纪90年代考古发掘的汉景帝杨陵外藏坑了。在我们的背景大屏上，大家可以看到一组对比图哈，左边的呢是我们江村大墓外藏坑出土的着衣式陶俑，而右边呢是汉景帝杨陵外藏坑出土的这个着衣式陶俑，可以很直观的看到这两种陶俑是非常非常的相似哈。那我知道马队长您本身也参与了这个汉阳陵的考古发掘，从刚刚我们所看到的这两个外藏坑当中出土的这个着衣式陶俑的对比，是不是也能够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揭示汉代帝王陵的这个特点呢？是这样的，其实这个咱们现在看到的所谓的这个裸体俑呢，咱们老百姓一般都称呼是裸体俑，因为它现在就是光身子这么一个状态。但实际上在汉代当时他陪葬的时候，就是他放在陪葬外藏坑里边的时候，他实际上是穿着衣服的啊。这种俑呢，当初的形态呢，应该是陶塑的躯体啊，用木质的胳膊，
然后根据身份穿着真正的丝织品或者麻纺品的这样的衣服啊，来放到外藏坑里边的啊。这种俑根据我们现在就是这些年的这个考古工作的情况来看呢，它绝大部分出土在汉代的皇帝啊皇后的陵墓里边啊，实际上就是说是它是集中出在汉室的这个皇室的这个家那个墓里边啊，其他的大臣呢，贵族大臣呢也有出，但是数量非常少。有的呢有几十件，多一点的也就一二百件，但是像这个汉景帝杨陵啊，像咱们现在发掘的这个江村大墓啊，也就是汉文帝霸陵的这个外藏坑呢，数量是非常庞大的。你比方说江村大墓呢有一座坑啊，15号坑呢一下子出土了将近1000件啊，一下子那个密麻麻的出来以后让人感觉到很震撼。就是这样大量的这个数量很庞大的这样出土呢，实际上集中是在这个帝王陵墓里边，汉代的帝王陵墓或者皇后陵墓里边。所以我们初步认识呢，觉着呢，就是这种所谓的裸体俑呢，实际上它是当时是一个高等级的这个陪葬品啊，是专为皇帝皇后或者说皇室成员使用的一种陪葬品啊，这个其他的墓葬呢用的都是素衣的那种陶俑啊，衣服什么素好了，颜色什么彩绘都描好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标志。对，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霸陵的确认过程当中啊，也正是这些大量相似度极高的陶俑的出现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据。不过还有一道难题啊摆在了我们的考古工作者面前，那就是根据类编《长安志》的记载，霸陵呢并不在江村，而是在一个叫做凤凰嘴的地方。元朝学者洛天香传类编《长安志》中提到的凤凰嘴，位于西安市灞桥区西汪街道办，距离白鹿原江村2公里左右。因为这里的山石突出，看上很像一个鸟嘴，因此当地老百姓称其为凤凰嘴。两侧延伸的坡面构成了凤凰的两翼，地面仰视凤凰嘴，看上去非常有王者之风。按照类编《长安志》，霸陵的位置就在这里，在陕西关中渭北咸阳原上，有一条东西长40公里、南北宽约13公里的高地。这里地势开阔，风光绝佳，被历代统治者视为风水宝地。根据已有的考古发现，西汉11位皇帝中有9位都埋葬在这里。从东向西依次是汉武帝的茂陵、汉昭帝的平陵、汉成帝的炎陵、汉平帝的康陵、汉元帝的卫陵、汉哀帝的懿陵、汉惠帝的安陵、汉高祖的长陵、汉景帝的杨陵。作为中国考古界的一座宝库，这座高地又被中外考古学家们视为东方帝王谷。和西汉的其他9位皇帝不同，汉文帝和汉宣帝没有葬在咸阳原上。其中汉宣帝的杜陵在西安市三兆村南侧，汉文帝的霸陵则选在了西安东南方向的白鹿原。史记《孝文帝本纪》中记载，知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置坟，欲为省，勿凡民。这些体现汉文帝简朴作风的描述，更增加了霸陵的特别和神秘。而依山为陵同样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可。如今站在凤凰嘴脚下，可以看到遗存有明代、清代时期的石碑，它们大多是当时的人们为祭祀瞻仰汉文帝所立。其中居中的这座可以很清楚地辨认上面的字迹，汉文帝霸陵，右上角是当时立碑的人，字敬是吉帝、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陕西巡抚毕沅敬书。新中国成立后，凤凰嘴还被确立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至2013年，陕西考古工作者对凤凰嘴进行了2次较为全面细致的调查勘探，证实此处仅有10多通明清石碑，未发现人工修建陵墓的迹象。这一结果让考古工作者非常意外，汉文帝的霸陵到哪里去了？难道史料记载有误？为了确认调查结果，文物部门与陕西地矿集团合作，使用包括地波仪、高密度电阻法等探矿设备进一步探测，以后依然没有任何发现。至此，考古工作者断定凤凰嘴根本就没有汉文帝霸陵。如此一来，传统认知中汉文帝的陵墓突然凭空消失了，他如果不在凤凰嘴，又会在哪里呢？虽然从很长时间以来啊，我们大家传统认知上这个凤凰嘴就是霸陵的所在，但事实上通过我们的这个考古勘探发现，哎，这个凤凰嘴当中好像并没有人工开凿的痕迹，那这样的结论是不是就指向了说江村大墓就是霸陵所在呢？这个实际上要说的话也不能简单的这样讲，嗯，因为凤凰嘴这个来历呢，实际上要说的话，它出现的时代比较晚，是元代的时候啊，咱们这个
长安当地的学者呢，骆天香在编撰《类编长安志》的时候，他首先提到了说是汉文帝葬白鹿原凤凰嘴下啊。但实际上，人家西汉当时的这个，就是汉代当时的文献，包括《史记》《汉书》呢，都只是讲汉文帝葬霸陵，没有提到他的具体地点啊。包括后来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宋的时候的文献呢，都是说汉文帝葬白鹿原，但是没有具体的地点啊，只是有个大地望。这个骆天香呢，在这个汉亡之后呢，一千多年之后呢，他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地点啊。这个说法呢，本身呢，因为时代太久远了，这个可靠性呢就打折扣啊。我们但是呢，这毕竟是一个文献记载啊，也是大家传统都认为的。包括后来的这个考古调查呢，也都认为汉文帝陵呢就在凤凰嘴啊。所以说呢，我们这次考古工作呢，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这个做的也是从凤凰嘴开始的。凤凰嘴开始呢，结果这个在凤凰嘴呢，我们这个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啊，多次勘探没有发现任何这个陵墓的这个遗存。后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又联系陕西省地矿集团呢，用这个地质探测的这个新科技手段啊进行探测啊。他们当然也采取了什么地波仪、测东法、高密度电阻法等等探测，但是还是没有发现陵墓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呢，就说是凤凰嘴的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没有找到陵墓啊。这只能说凤凰嘴这一块呢，可能这个墓葬呢，就是所谓的汉文帝霸陵在这儿呢，可能有问题。但是它到底在哪儿，我们得给它有一个地点。实际上呢，在此之前呢，就说是在2006年的时候呢，在这个窦皇武陵，汉文帝的窦皇武陵的西侧呢，出现了有盗墓的迹象啊。当时这个西安市考古研究院呢，就及时的赶上去做这个文物保护性的这个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啊。他们最早就发现了江村大墓啊。而且探出来江村大墓有四条墓道啊，周围有众多的这个外藏坑，还有陵园设施等等的啊。对，就像您刚刚讲的，从最初我们这个凤凰嘴勘探的时候，发现没有人工开凿的痕迹，大家提出疑问，到最终的论证和今天我们得到了最终的这个结论，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的这个霸陵所在。这过程当中经历了十几年，将近20年的时间，经历了几代我们考古工作者的这种心血和努力付出，确实非常的不容易。那伴随着霸陵的最终的确认，对于我们真正的去确立西汉帝陵的这11位皇帝的它的这个名称和这个位置所在，是不是也提供了很重要的一个依据？是这样的。实际上呢，就是关于西汉帝陵的这个这个位置，具体位置呢，是后来呢，后世呢，因为地理变迁有很大争议，特别是咸阳原上的这个原地、城地、哀地、平地的陵墓呢，它离得比较近，所以说有很大争议。很大争议呢，但是后来经过这个咱们这个，特别是70-80年代到一直到后来呢，这个几代考古学家的艰苦的工作啊，这个考古调查、勘探啊，这个研究呢，最后基本上搞清楚了啊。包括咱们西安这个东南郊的这两座陵，汉文帝的这个霸陵，汉宣帝的杜陵，因为他们相对葬的比较距离比较远，所以说实际上从大的地望来讲的话，他们的陵墓的位置呢是没有异议的啊。但是汉文帝陵具体在哪儿，这个呢？在这之前呢，在我们这次工作之前呢，实际上大家也没有怀疑，就认为那个文献记载的凤凰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汉文帝当时这个临终的时候，他特别遗诏他的霸陵呢不起风土，又没有风土，所以我们就讲说是汉文帝呢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因山为陵的这个皇帝啊，大家都觉得他应该是就着一个小山峰啊，比较秀美的小山峰，然后以崖洞的方式啊，把自己的这个陵就呢埋进去啊，就像唐代的阴山为陵，像唐太宗的这个昭陵啊，这个还有这个高宗还武则天的这个乾陵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啊，所以说呢，大家本身呢并没有怀疑，这个情况呢，就说是后来是因为咱们这个要说的话是开始做大遗址考古的时候，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啊，我们这个大遗址考古呢是从2006年开始启动的啊。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给这个保护规划啊，制定做这个基础资料啊，要搞清楚陵区的这个范围和重点遗址啊，他要知道要保多大范围，重点保哪儿，对吧？做这个这样的大遗址工作。我们呢一路从咸阳原上面坐过来啊，从汉武帝茂陵一直坐过来。在2011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做这个汉文帝的霸陵啊。汉文帝霸陵当时我们也是没有怀疑，根本就根据文献的意图就到了这个凤凰嘴去了。我前面讲过，但是凤凰嘴做了这个艰苦的探索之后呢，也采取了各种技术手段啊，没有发现
啊，没有发现这个陵墓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我讲到，实际上在2006年的时候呢，西安市考古所呢，在这个窦皇后陵西侧呢，其实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发现了江村大墓。我们呢，又根据这个重要的线索，这个又回过头来，在这个窦皇后陵周围开始做工作啊。最后呢，对江村大墓呢进行了复核勘探。嗯，的确，考古呢是一场非常艰辛的探索之旅啊。那江村大墓的考古工作，对于我们的考古工作者来讲，也是付出了很多的艰辛。那现在这个江村大墓的考古工作仍然在继续当中，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前方的耿万冲，让他带我们到这个考古现场再来看一看。万冲。好的，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和曹老师呢，现在依然是在这个江村大墓的第15号外藏坑的坑里面。曹老师，请您接着带我们一起来探寻我们的15号外藏坑。对呀、啊，这个基本我们已经快走到头了，对，就是这个发掘区域的最北端了。嗯，这个请我们张司师这边还清理出一批这个明器的乐器，陪葬的乐器。哦，乐器啊，咱们过来看，就跟刚才看到的文物不一样了，朋友们。刚才看到的全都是陶俑，接下来有不一样的发现了。哦，就是那一片就是吗？对，这个是石磬。石磬。对，这个应该就是过去我们讲这个是编钟编磬。对对对对。它这一组可能有十多个。嗯。就架起来敲击音乐，这个你看它形制特别小呢，就是用来陪葬用的，就跟我们这里面出的这个。真人它是1/3啊，硬仗也是1/3那么小。对，所以乐器也是真实乐器的大概1/3。对对对，嗯，所以在上一次连线的时候呢，曹老师是卖了个关子，我说这些人们是干嘛，曹老师没说。现在基本上可以断定了，是吧？就是他们的工作跟音乐有关系。是那个张四，你把这个是拿一个那个磬我过来看看，什么？哇！哎呦！对，这个位置是不能够轻易的改变它的。对对。哇！哇！一般我们之前也采集过的这个，哎呦，哎，上面有字呢。哎、哇，真的哎。嗯。但是这个是13年四公造，这个它上面细看，这13年。13年我看出来了。如果这样的话，应该就是汉文帝13年，对吧？嗯嗯嗯。嗯，它然后下面是标的这个什么，这个字还基本上不太好认。嗯，什么有什么府字？啥乐府啊？啊，我看到什么府字？这个什么第五，对吧？这是它的序号，最后一个字是五吗？哦，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这就表明它的建造时间，它是乐府的，然后它的这个整个这个，整在这个整个在这个。边庆的这个序列里面，它是挂在第几个，是吧？对对对，哎，是这个。哇，这版就一下子断代了，是吧？就是这个年，这个年代我们可以确定了。13年至少，如果就是确定这是文帝80的话，那就是说文帝13年。哇，四公专门。那这块这个石磬太珍贵了。因为所有的文物，知道一旦是带字的就特别珍贵，是吗？但是它对我们断代是非常有帮助的。是的，对。哇！哎呦，这个还是这哇，朋友们，是一块带字的一块石磬。哎，前两天还清张子，前两天清出来这个有这个鎏金编钟的残片。有啊。哇！嗯，这是金黄色的，这是鎏金的是吧？就它是青铜的。上面这个这些纹饰都是很有这个。战国秦汉这种，哎，这个花纹很精致，哎，对，你看那个就是那个，像这个雍城他们出的这个什么设宴图呀，嗯嗯，还有一些这个青铜器上，包括漆木器上这个纹饰风格都是很相似的。对对对，哎，那个是不是它上面那个钮？哦，这算是钮钟。我看，你就看啊，这个现在没有清理，对，你看它这个钮上面，要看。很细密的纹饰，对对对，看到了看到了，有很细密的纹饰。给张四把这个放在原位啊，对他们标记好。这一定是要放回原处的是吗？这个、对，对，刚才是朝这个方向。这个也要放在这边。哇，因为我看到，其实除了刚才那一块石磬之外，还有两块，还有块更大的。它就是边境是大小不一样的，嗯，只有这一小块上面是带有文字的是吗？是啊，因为这个
我看前阵子还在这清理出来有一个小铜管。铜管？对，小铜管，它上面也是乐器铜管。上面写有"黄钟"两个字。黄钟？哎，这个吧，就是它的学名，就是叫绿管，就是调音律的。对对。因为黄钟呢，就是我们就是讲说是，古代这个音律是黄钟大律。嗯。黄钟大律其实是十二音律。对。黄钟是阳律的第一个，嗯，大律是这个阴律的第二个，第一个，对，这样的话就是黄钟大律代表了就是这个十二个阴律，对，这个律管呢，它是在这个钟上来调试这个音的，等于说是以九寸长的铜管作为黄钟音，它作为一个基本调，它确定一个音之后，嗯、然后就按照这个五音呢，就是对，宫商角徵羽，它这个五个音节不同的，然后它就。这一套编钟这个音就确定了，就确定了。每次要拿它调音的，像什么高，咱们上什么什么高八度、低八度这种，就类似于这种。那么其实这个它很重要的，就是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在这个前面有一个那个陶俑旁边出土有一枚印章是钟符啊，钟是那个钟表的钟，其实就是跟这个黄钟这个钟是一样的。哦，这个钟符具体官制我们可能还得再查查史料，但是它肯定是和这个。乐府有关的，就是你像这么多的乐器，还有黄钟这种绿管，嗯，这个坑它就应该是跟这个乐府有关。乐府是啥？就是，秦汉以来设置的，就是朝廷设置的专门管理音乐的一个管束机构。嗯，它比如说是，搜集一些这个民间音乐呀，做谱呀，写词呀，对，然后在这个国家有祭祀活动的时候，有这个大的活动的时候，进行这种。表演啊，进行这个演奏，它就是这样一个职能部门啊。明白了。今天非常感谢曹老师啊，带着我们下到十五号坑里面，我们从这个墓道的这个亚字形墓道这样的一个形制，包括这个素衣式陶俑，以及这个着衣式陶俑这种高等级的这种规格，基本上就可以断定它是一个高等级的墓葬，但到底是谁的墓葬，我们还不能只靠我们现场的考古，不能只靠几件文物的证明，还要跟我们更多的这个史料的对比，对我们相关的这个专家一些的这个论述，是吧？对，各种各样的方式结合，最终才能够得出江村大墓到底是不是汉文帝霸陵。好，我们把时间继续交回给演播室，我们现场的情况先到这里。那么着衣式陶俑的提取可以说为我们研究汉文帝时期的历史文化提供了许多重要的依据。那其实我也注意到，目前我们考古队在江村大墓的这个外藏坑的发掘当中啊，更多发掘的是像陶器啊、铁器以及铜器等等。所以要特别想问马队长哈，你看我们以往想象当中帝陵当中啊，应该都是奇珍异宝、金银财宝等等等等哈，那为什么汉文帝的这个他的墓葬当中会出土的都是一些铜器、铁器，这是不是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我们平常当中对汉文帝的印象，就是他特别的节俭？是这样的，汉文帝本人呢是中国古代有名的这个一代明君啊，被后世誉为千古仁政啊。他自己呢在生前，除了这个就是制定了很多有利于社会发展啊、有利于社会发展这样的这个政策之外呢，就是本人这个提倡节俭啊，本人而且也以身作则啊。他的这个陵墓里边呢。我们从陪葬品里边也可以看到，折射出他的这种作风啊。嗯。首先一个就说是，
它从我们现在发掘的外藏坑，当然这个外藏坑这种送葬形式呢，是当时这个帝后，就是西汉的这个帝后陵的这个主要的送葬形式，绝大部分的陪葬品呢，它主要是在外藏坑里边的。嗯，其实它的墓室里边呢有一部分，但是大量的是在外藏坑里边的啊，所以我们从这儿呢能看出来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嗯，这个我们这次发掘呢，除了发现了大量的这个裸体陶俑之外，就我们讲的着衣陶俑之外呢，嗯，然后结果出土的文物呢，真的是让我们就是他的陪葬品和这个皇帝的这个身份呢产生了很大的落差啊。嗯，这个我们发现呢里边大量的真的是就是陶器，再一个的话，像这个铜器、铁器都是明器化的非常小的一些东西啊。嗯，这个呢也印证了汉文帝当年这个临终的时候特别遗诏，说是啊，霸陵陪葬呢，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饰为这个饰啊，这样的、嗯、金银铜锡这样的为饰，这样的一个遗嘱，进一步印证了啊、嗯，印证这个就是这个呢，就是至少是从咱们目前发掘到的这个外藏坑的陪葬情况来看的话，它确实是非常简朴的一个。嗯，那除了刚才您讲的这个汉文帝非常的节俭之外，嗯嗯、从历史上来看，汉文帝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一个皇帝？汉文帝是非常这个就是在历史上。可以讲是非常有为的一个皇帝啊、嗯、我们就简单讲，就是他一个有为的皇帝。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西汉王朝从这个史书记载的话，他讲说是皆秦之弊啊，就是秦呢秦末战乱，实际上秦统一也是非常短暂的一个时期啊，只有十多年时间，前期呢是几百年的春秋战国的战乱，所以说整个社会呢遭受大的破坏。这个西汉呢汉高祖这个建立汉王朝之后呢，实际上在他的这个执政期间，包括后来的惠帝和这个吕后执政的这二十多年间呢，实际上是一直在稳定政权的一个过程啊。真正到了西汉社会恢复发展时期呢，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晚景时期，而文帝呢是承接的这个前边这个转折的非常关键的这个时期啊。所以说他当时制定的好多政策呢，影响到这个此后汉王朝的整个的这个存续和发展啊，甚至影响到中国后世的这个封建社会的发展、啊。嗯，您讲到了这个文景之治，应该是、嗯、中国历史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也为后世像汉武帝时期打败匈奴奠定了非常坚定的这个物质的基础。那文景之治时期，或者说这个汉文帝执政的这个时期啊，在整个世界大的格局当中啊，它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实际上要说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话，中国的这个古代社会和西方来对比的话，一提就是汉代啊、秦汉和这个古罗马帝国啊在对比啊，嗯、就说是总体来讲的话，当时呢西方的时候，那就是当然是咱们罗马帝国算是比较发达的一个国家，一个帝国啊。然后咱们这边呢，那当然讲就是秦汉呢，但是秦非常短暂，主要是汉的时候啊，汉前后汉呢四百多年啊，而这个真正这个。汉代呢发展起来强盛起来的就是从文景之治开始的啊。你前边提到说是汉武帝呢打败匈奴，实际上这个意义非常大啊。这个当然匈奴是多年这个侵扰咱们啊，咱们一开始呢因为实力问题啊，这个跟他缔结这个和亲这个条约啊，当然说是那是权宜之计了。后来呢为了抵抗他的侵略呢，对中原农耕文明的侵略呢，这汉武帝呢发动了这大规模的这个抗击匈奴的反击匈奴的这个战争。但是这个战争呢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些经济实力从哪来的？就是文景时期奠定的。嗯，所以说呢这个文景时期的这个整个这个社会的发展呢，这个实际上对这个后来汉王朝的鼎盛呢起到了这个奠基性的作用。嗯，所以我们说考古发现是让我们更好的去认识历史，认识汉文帝这样一位伟大的皇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哈。那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和走进文景之治。江村大墓重大考古发现的发布，让历史上悬而未决的汉文帝霸陵位置最终被确定，为西汉帝陵研究填补上了最后一块拼图。至此，西汉十一座帝陵的位置问题已经全部解决。而伴随着历史上文景之治这一重要阶段的开启，也让大汉王朝逐渐走向富强。公元前180年，23岁朝气蓬勃的刘恒入主未央宫，正式继位成为西汉的第三代皇帝。当时的国家可以说是民生凋敝，内忧外患，政治上各诸侯王势力强大，经济上经过多年的战乱，国库空虚。为改变这种状况，汉文帝分别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政治上，与民休息，营造宽松的社会氛围，
然后减轻刑罚，废除了连坐法等严苛的法律。经济上，减轻税负，将农业的税率从十分之一降到三十分之一，并且提高官府收购粮食的价格，促进农业生产。人口税率也由以前的每人120钱减至40钱。开放开发原来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促进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交往，发展边境贸易，为国家赚取贸易顺差。汉文帝的一系列举措作为文景之治的开端，最终使国库由空虚变得充盈，国家由衰弱走向强盛，西汉由此走上了高速发展的时期。其实我想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啊，有一样的这个疑问，那就是西汉啊一共有11位皇帝，其中有9位都葬在东方帝王谷，那为什么汉文帝没有葬在这里呢？要解答这个问题啊，我们还得先解锁本次考古发布当中考古队的另一个工作重点，那就是薄太后南陵。在距离江村大墓向南2公里处，还有一座亚字形西汉大墓，它就是汉文帝母亲薄太后的南陵。历史文献记载，薄姬是汉高祖刘邦的嫔妃，汉文帝刘恒的生母。公元前155年，薄姬去世，葬于南陵。考古队员们对南陵西侧从南向北的3座外藏坑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一点点揭开历史的尘封，更多南陵的故事也逐渐显露出来。与汉文帝霸陵外藏坑出土陶俑不同的是，南陵外藏坑里满是身穿汉代服装的彩绘素衣式陶俑。除此之外，较为罕见的元大木车陪葬也让考古人员产生了很多的推测。这些精美的金饰可相当亮眼，在南陵考古发掘中，目前已出土了上100件的金银器。这件纯金制成的当炉应该是安装在马头上作为装饰用的，上面的图案是一只怒吼的熊，而另一件当炉则是一头牛的图案。这些金银器造型精美，工艺复杂，非常珍贵。考古人员仔细观察后发现，这些器物的装饰风格不是典型的中原文化风格，反而与北方草原装饰风格十分相似。其实在整个考古发掘当中啊，我们还留意到当地人有一种说法，就是把薄太后的南陵称为望子冢，因为薄太后的南陵啊就静静地伫立在汉文帝霸陵的南方，也遥望着咸阳方向的汉高祖的长陵。那马老师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给我们揭晓说，这个汉文帝的霸陵和薄太后的南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这样的一个设立的这样的谜底呢？这个事情呢，就是涉及到汉文帝霸陵的选址问题呢，其实要说的话挺复杂的啊。这个有些学者呢认为，说是西汉帝陵呢当时埋葬的时候，他们这个具体的位置确定的时候有一个招募制度啊，这是古代这个安排这个宗庙里边祭祀的牌位啊，祖先的牌位和陵墓的时候啊，墓葬的时候的一种秩序啊，是这样说，是这个一般呢都是说先祖啊开国皇帝在中间，然后他的子孙呢分列两边啊，然后是一代一代的严格这样下来的啊。汉文帝呢，因为他这个继位呢很偶然，他本来是汉高祖刘邦的这个第4子啊，是庶子啊，就说是他没有资格继承帝位的。但是这个汉高祖去世之后呢，是他的嫡长子这个刘盈啊，就是他和吕后生的儿子呢刘盈呢继承了帝位。但是刘盈呢，因为生性懦弱啊，再一个死得也比较早，实际上当时呢主要政权是吕后在控制啊，吕后在把持啊，这个呢就是在吕后事后呢，吕家据史书记载，说是吕家啊，吕氏的族党呢，要想篡夺汉室的天下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当时的大臣陈平、周勃等，把吕氏集团就整个就剪除了，剪除掉以后呢，要选一个皇帝，这个时候呢，就选择了汉文帝。而当时的汉文帝在哪儿呢？他作为刘邦的庶子呢，被分封在咱们现在山西北部的代国做代王啊。这个当时的大臣呢，经过讨论之后，觉着这个代王刘恒的个人的人品啊，包括他的母亲各方面的这个家庭背景呢，也比较好。后来就决定迎立他为皇帝。但是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他来了之后，当了皇帝之后，因为西汉帝陵呢基本上都是皇帝生前就开始修陵，所以说他稳定了自己的这个地位政权之后呢，紧接着下来就是关于这个自己这个事后的所谓的葬地的问题啊。这个呢，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呢，他的这个葬地的这个选择呢，其实不是光说是他个人啊，就是甚至西汉帝陵的整个这个陵墓的这个选址呢，跟这个招募制度是没有关系的啊。
当然那个是招募制度的这个认识呢，是另外一种学术观点啊。我们认为呢，这些皇帝的选址呢，首先受到了这个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一个就是他必须要靠近京城啊，受到当时的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限制啊。因为你如果说离京城太远的话，这样造成了当时的修陵管理，包括丧葬祭祀都存在很大的问题，造成了很大的浪费。所以说你必须在京城附近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汉皇帝呢集中葬在长安城之北的渭水与渭水一水之隔的咸安园上的原因啊。另外两座，包括汉文帝霸陵和这个汉宣帝杜陵呢，离长安城也都不远啊，都是这么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当然它还受到自然地理环境要求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皇帝陵呢，它一般要求埋葬的深度呢都比较深啊，一般都在30米左右啊。如果说你不找一个比较高的台原地貌的这个一个地势的话，你比较低的地方的话，如果挖的一深的话，就容易出水了啊。这个呢，就是它要求有一个自然地理环境的要求，它必须要找一个台原啊，黄土台原。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听这个马队长讲了这么多，我们也进一步认识到，经过近20年的考古发掘啊，汉文帝霸陵的位置最终确立，的确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凝聚了很多考古工作者的心血。当然，今天围绕着江村大墓的考古发掘还在继续，未来也不断会有更多的发现和惊喜带给我们。我想，这也正是考古的魅力所在。坑呢，江村大墓东北角的一座坑啊，编号呢是第15号坑。我们现在呢正在清理这个坑内的陪葬品啊，把上棚墓的这个遗迹呢，清理掉之后呢，坑底下原来的放置的陪葬品呢，整个就暴露出来。当然，根据清理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坑里边主要陪葬的是卓衣陶俑。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江村大墓的正南，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有这个夯土墙的遗迹，大家看看这种夯层非常的明显，每一个夯层大约就是个夯层的厚度大约是8公分到10公分左右。这一块经过我们勘探了，它其实是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的外陵园。通过这个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否定了过去历史文上文献记载的汉文帝在凤凰嘴的有关文献记载，确认了汉文帝霸陵就是新发现的江村大墓，显示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历史进程，对于中国古代帝陵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应该说考古发掘的过程就是不断的我们在向这个真相迈进的这样一个过程。刚刚跟马队长在聊的过程当中啊，马队长在讲到说，其实确定这个霸凌啊，就是真正的现在这个位置所在，也是一个一个在循序渐进的过程。除了我们讲到的刚才的这个俑，就我们这个着衣是俑，这是一个证据，包括它的这个选址的确定，实际上是一个证据链。这个证据链当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或者说我们真正确定这个位置就是霸凌的，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就是江村大墓最后确定为霸凌，汉文帝霸凌呢，它有一系列的这个证据链啊。嗯。首先一个，我们排除了凤凰嘴啊，凤凰嘴没有墓葬啊，这一点呢，就说是它等于排除掉了原来的认识，用排除法啊，排除了一个啊。嗯。首先再一个的话，我们发现了江村大墓。江村大墓从它的这个墓葬的形制是牙子形的，四条墓道，这是最高规格的啊。嗯。然后另外呢，周围有100多座外藏坑啊，外藏坑里边又是这样的着衣陶俑，大量的着衣陶俑、啊。嗯。再一个的话，它的陵园啊，外围的这个陵园设施、门阙等等的，这都是帝王级的配置啊。这个呢，实际上这是一系列的证据。另一个的话，最关键的证据是啥呢？是在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外围发现的那个更大范围的夯土岩墙啊。嗯。这个夯土岩墙实际上是将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呢围合在一起的一个大陵园啊。这个大陵园一出呢，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汉代实行的是皇帝皇后同婴一穴啊。就是皇帝皇后呢葬在同一块墓地里边，一人修一个墓穴。嗯。而江村大墓外围出现的这个大陵园呢，就是说明他和窦皇后呢是同营啊。嗯，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对对对，进一步确认。这是一个关键的证据。所以说我们不断的在真相在进行个这个靠近哈。那现在我们前方又传来消息，在这个南陵的西北方向，我们的考古队又有了新的发现。我们马上来连线我们前方的记者张佳琪，让他带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样的这个收获。佳琪你好，带我们来看看在南陵啊又有什么样的这个新的发现。好的，主持人，很多的西安人啊都知道咱们西安的东郊呢有一个薄太后陵，春天啊大家可以到这儿来赏花，秋天的时候呢可以到这儿来看银杏林、看红叶，都是非常的漂亮。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到薄太后陵周围啊来看一件东西，可能很多人啊一辈子都难得一见，因为只有从事专业考古的人员才能看到。那么现在呢，如果借助一个航拍的画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大约是在薄太后陵的西北角这个方位，应该是有一片裸露出来的黄土地。这儿呢，就是我们今天带大家来到的这个考古工地。那么现在呢，已知探明的这一块的这个考古工地呢，里面主要是薄太后陵的外藏坑，这是一些小型的外藏坑，里面主要是埋藏的珍禽异兽。哎，但是呢，我想啊，今天如果仅仅是摄像机来拍，我们可能只能看到现场的10%不到的信息。但是由我带着大家来看呢，我们能看到15%。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现场啊，能够看到很多这个更细节的东西。但是啊，不得不说，有了我们身边请到的这位专家，我们今天的信息呢，便可以再多看到70%-80%都不止了。所以我就要隆重的来给大家介绍我们身边的这位专家，他是咱们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2级研究员，也是动物考古的专家胡松梅胡老师。胡老师，现在我们的面前就有一个陪葬坑，这个现在能看到是什么？这个经我们鉴定，这个是一个小型的鹿科动物，它叫狍子。它那个啥，因为没有脚，它应该是一个雌性的狍子，因为它这个牙齿磨蚀的比较厉害，所以它是一个老年的个体。老年的这个狍子跟我们小学课文学的那个棒打狍子、瓢舀鱼的那个狍子是一回事吗？对，应该是那个，就是一个番犬旁一个包，包子的包。是这样，是一个鹿科，对，是一个鹿科的小型的鹿科动物。小型鹿科动物，因为它这个砖卷的比较小，所以这个在这里边是这个狍子呈扭曲状态，它头在这儿，然后沿着这个这是脖子，然后这样子扭了一圈，骨头就比较集中。嗯，哎，那我们能不能说这个狍子是杀了以后埋进去，这个专门用来陪葬的呢？从目前这个摆放姿势来看，我觉得应该是杀了以后埋藏的，因为它摆放的比较整齐，而且它是在这扭曲的这种状态。
一般那个啥，如果它是活的埋的话，它可能有一些挣扎的一些动作，应该是不是这么规整的。哎，对对对对，其实这也就是为了让这我们整个这个工地其实就是一个珍禽异兽坑，就是一个视死如视生的一个动物园。对，它这就是当时反映的是那个啥皇家院囿里边的一些动物。哦，它等于是那个啥，我们现在这里边的动物就是各种各样，有天上飞的是吧，有各种各样的鸟，嗯，还有地上跑的，比如有这个鹿，还有这些各种各样的猴子呀什么的。对对对，胡老师，其实我们今天到这儿来看啊，就特别想多看一点动物。对对对，特别想看一点特别有不一样感觉的动物，您能不能再带着我们走几个？好好好，满足一下我们的心愿。行行行，这个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金丝猴，它面向西，然后很悠闲的躺在这儿。哦，你看金丝猴和猕猴，其实我们从外形上看起来其实非常好鉴定，因为金丝猴的那个毛发是那个发一种那个就是像那个金子那种光泽，是吧？对对对。然后在我们在骨骼上怎么看呢？因为它金丝猴有一个最大特征，它是仰鼻金丝猴，它那个鼻子就是向上仰着，嗯，然后它那个鼻骨就特别宽，这一块比较就是额骨这一块特别陡直。这个猕猴的时候，它就是比较前面比较向前冲的比较厉害，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鉴定以后，觉得这个是一个那个啥金丝猴的。它站立起来的高度有多少？对对，站立起来，一般金丝猴就是你能恢复它这个高度，也就是个六七十公分吧。哦，因为它这个股再下来，再加着胫骨、腓骨，它的长度我们可以推算它的高度。对对对，非常有意思。这是古代绝对是这个珍禽异兽了。你刚刚说到这个猕猴的区别，这边这个就是猕猴的，是猕猴，猕猴的藏坑。对，我们现在哦，看到了，看到了，这边有一个要小一些，猕猴要小一些。嗯，它这两个是那个是头向那个西边，这个你看这个头是向东边，它们两个相向。对对对，你看这个胳膊腿就是靠在那个东边，是吧？对 对刚才那个胳膊腿就是在西边，他们俩就是对视着。从这两个猴的这个睡姿也应该能够看得出来，它肯定是这个动物被杀掉以后才埋葬的。感觉到应该是杀掉以后埋葬的，它都是这样的睡姿，两个猴是一样的，对，非常规整的，嗯，感觉到就是很安详的，是吧？嗯嗯，应该是那个，这个应该是一个。我们下去鉴定了一下，它应该是一个是雄性的猕猴。哦，猕猴它这个那个啥，它这个犬齿就是非常发育，像那个它那个犬齿就不发育。嗯，我们往往根据它这个犬齿是否发育鉴定它这个性别。第二个，我们就是根据盆骨，因为这个盆骨保存的不太好，那个盆骨还保存的比较好，也能鉴定它这个那个啥猴子的这个雌雄性。对对，您的年龄也可以判断他们都是成年个体，因为显得就比较大一些。对对，您的这些就是判断动物的这些专业知识，跟现在的这个生物动物学应该是完全是一样的吧？完全是一样，也是将筋论骨，是吧？哦，就是比如说是我们做一些现生的标本，嗯，然后对比和这些通过和这些标本进行对比，我们进行鉴定，这叫形态鉴定。就在这2000多年里，动物的。对，种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哦，因为时间比较短嘛。对对对，好，现在呢，我们从这个金丝猴的藏坑往前再一走啊，我发现几步之后呢，这边豁然开朗，有一大片分布的藏坑，这是有一个这个扩大了是吧？这边对它这一块这个面积比较大的这一片，基本上是那个啥鸟，就是各种各样的禽类或者叫鸟类，都是一回事啊。哦，这一块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发现了，一个丹顶鹤，还发现了那个啥环颈雉，还有一个我们正在清理的东西，我们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就是那边有一个正在清理的一个藏坑啊。哦，那现在里边具体什么东西很清楚了吗？已经还不太清楚，因为工作人员正在清理。哦，那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好，那让我们跟这个胡老师马上到这边再来具体的详细了解一下。而且我们今天来的特别的是时候，因为很多的坑的考古工作呢，我们可以看到正在进行，很多的发现呢也都是刚刚呈现出来的。胡老师，快带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我们看到刚刚有一个坑，也是发掘的比较清楚了。现在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里面已经呈现出来的这些文物了。
您带我们看看来这个。对对对，这个坑编号是37-6。嗯，就是比刚才那些坑又略向北走了一些，但是可以看出这个坑，就是外行人也能看出这是一个大的乌龟。哎呀，这个真的很大呀，这个。我们量了一下，它这个龟甲就是长是52厘米。嗯。宽，因为它这个两边的这个龟的边缘已经插到两边去了，所以现在保留的这个宽度是48厘米。这是大海龟吗？这应该不是海龟，它应该是一种大型的陆龟。哦，陆龟就是比较圆的这一种，嗯、而且就是那个啥背甲就鼓起的比较高。嗯，但这个陆龟在我们陕西是没有的。对呀、啊，对它一般都分布在那个啥，就是广西、云南那个就是南方地区。嗯，这个龟应该是就是纳贡过来的。应该是一些小的国家纳贡给这儿。我如果没看错的话，那个脚上那是不是一个人俑啊？对对对，一个人，他可能就是当时在饲养这些龟、养龟的人。哦，对。哇，这还真是全套呀！这个一个墓葬，你看有龟，有他的刚才说的那个罐子，可能是他的饲养员是吧？对，这个有个罐子里面放的食物。连饲养员都要配套进去。配套，对，这只是一个整套的一个东西。真是按照这个动物园的。比例，所以这个龟等于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现，嗯，反正在陕西，据我看到报道也没有这个陆龟出现，陆龟是一种大型的龟，大开眼界，大开眼界。那这边还有没有什么呢？您再带我们去开几个盲盒。对对对，这边就是比较重要的，有一个仙鹤。仙鹤啊？对对对，哦、仙鹤就是实际上是什么鹤？鹤啊，单顶鹤。对，单顶鹤也叫仙鹤。这个是龟，这个是鹤，这两个我就得可能联系起来就有一定的语义，是吧？哦，是龟鹤延年，对、嗯，它都是一种吉祥的一种象征，对，是吧？对对对。我们再去看看那个啥，这个仙鹤的骨骼在哪个呢？哪个坑是？仙鹤在前面那个骨骼，对，马上就到。这是这个吗？这个，不是这个，应该在前面，应该是这个，是吧？嗯嗯。因为这个龟啊，这个大的这个龟，它那个腿比较壮，走路特别慢，慢它就象征着一种坚强、毅力，还是而且就是说这个，这个是鹤的啊、哦，这个是鹤，哦、对，这个是鹤的，这个鹤就非常有意思，头应该在北边，哦、它这个是脖子，对，这个脖子骨就是比较乱了，因为这里边可能渗过水。这个它的这个冠好长呀。对，它的因为仙鹤我们知道就非常大的，它站起来非常高，嗯、是吧？它有1.5米那么高，所以它现在看出来它是三长，一个是嘴长，第二个是脖子长，第三个是那个腿长。那么再往前走。几步啊？是3-5步就到了我们刚才在上一次直播当中说到的这个正在发掘的这个藏坑了。那么这个藏坑呢，现在我们胡老师刚才也跟他有了一个发掘工作者跟工作人员有了一个简单的交流。我们现在带大家来看一下，现在随着我们这个考古的进度已经呈现出来的一个结果。那么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什么？好，这边可能看得比较清。赵总，你清完了吗？嗯，正在清。啊，霍老师快给我们来讲一讲，现在能看出来是什么东西了吗？这个现在我觉得还是要具体，看它一些关键的部位。嗯。赵子，你把那个，一看哪些属于关键部位？你比如那个腹直骨呀什么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嗯，那个是头，你看。就是在最角落里的那个哦，是头。现在镊子上夹的这个是。我把手套是。对对对，好好好。这是腹直骨，我们看到这个棺里面骨的这个堆放还是比较乱，可能说这个棺是这个是进过水的，对，而且这里面的这个泥土的掩埋的这个情况大家也都能够看到，所以我们考古的这个工作也是非常仔细的，在里面一点一点的刷，一点一点的抠，要把不该属于这里面的东西要分辨出来，排除出去。那么留下来的呢，就是去伪存真，去土存金了，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本来的这个面貌了。对对对，现在哎呀，我看看这个标本，这个标本就是相当于那个啥，我们现在那个一个
就是腹直骨，它这个腹直骨就是也是腹直骨是个腹直骨，就是相当于咱们这个脚那个啥脚的这个掌骨这一部分，这脚背对脚背上就是咱们这脚掌哦掌骨这一块，就是脚掌骨这一块。对，它这个因为它鸟它这一块我们能看出来，它这是一个那个啥，是个平齐的这一种，就是它三个这个这三个关节，它在一个平面上。这种骨头它一般是猛禽类的，就是鹰呀雕呀还有这枭类，我们根据这个长度大概判断它应该是就是老鹰这一类。哦，猛禽。对猛禽类的。猛禽还有哪一块赵师你看能不能看出来，你看它那个这是第三只。哦，这是你看哦，这个就很明显了，这是一个爪子啊、哦、爪尖。对它那个鹰爪就非常锋利的这种，他就靠这那个啥，然后就捕食。这个就你把这个拖在手上，让我们对拍一下他这个非常明显的这个爪尖。对，这个应该是因为头骨在南边，这个应该是在最北边的是吧？对，这应该就是那个啥，就是咱们说的那个鸟的那个前爪子。嗯。非常大的，我们可以量一下这个尺寸，看它是什么鹰，因为鹰的种类是非常多的。嗯，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好，那我们今天真是看到了非常多的动物啊！从开始我们看到的这些各种走兽，到我们第二次进来的时候，你看上来就镇住了一个大龟，然后又是仙鹤，现在我们又判断出来这是一个猛禽老鹰。对，呀，那真是珍禽异兽，当得起这几个字了啊！对。那我会不会随着我们这个整个珍禽异兽区的外藏坑开下去的话，还会有更多的想象不到的一些珍禽异兽出来呢？对，确实，我觉得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大雁呀，或者说是一个鸿雁呀，哦、也可能会出现这些东西，还有天鹅呀，这些都是象征着一种的羽翼，是吧？嗯。你比如说咱们今天看到这个龟，它就是代表一种长寿，还有这个仙鹤，其实龟鹤言情就是一种长寿的一个意义，对吧？一方面是拓宽了我们的见识，另一方面我们也搞明白了很多古代它的这些礼俗用意，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蛮有意思。好，让我们静待着考古工作人员的下一步工作，一步一步地为我们呈现出更多丰硕的考古成果。谢谢胡老师。好，我们这一阶段的这个直播呢就是这些内容。好，谢谢佳琪从现场给我们发回的报道。除了刚刚啊，佳琪带我们看到的在南陵当中发现的很多的这个奇珍异兽之外，其实在南陵的考古发掘当中啊，还出土了上百件的金银器。这些金银器可以说是造型精美，工艺复杂，非常的珍贵。那考古人员仔细观察之后发现啊，这些器物的装饰风格并不是典型的中原文化的风格，反而呢是与北方草原的装饰风格非常的相似。那我想大家也特别想知道哈，这些可能来自于某种文化交流的金银器跟薄太后的南陵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那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央视的记者雷凯。雷凯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这个南陵了解的情况。你好陈天。嗯，我现在呢就是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白鹿原基地的修复室里，在我面前呢，这些就是从南陵外藏坑出土的一些文物。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次在南陵外藏坑呢出土了100多件的这种金银器，大部分呢是装饰品，其中呢有很大一部分呢是在车马上的装饰品。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南陵这些出土的金银器呢，可以说是在阳光下是金光闪闪，它的不论它的品质还是它的这个观赏性呢，都比霸陵的这个出土的文物要好许多。这个其实呢是和汉文帝霸陵和汉文帝本人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我们知道呢，汉文帝呢是一个很节俭的皇帝，他在临终前下遗诏呢说是置霸陵皆以瓦器，所以呢霸陵呢就没有出土很多这种金银器。另外呢，汉文帝呢又是个孝子，他和自己母亲薄太后的这种关系呢，母子关系呢是感情是非常深厚的，所以呢给南陵陪葬了很多好东西。现在我们看到呢，这些就是南陵出土的部分这个金银器文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叫银当炉，当炉就是在马的额头上起装饰作用的，也可以对马的这个头部起到一个保护作用。这呢是一个实用器，
和使用的大小是相当的。在这个银铛文物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镶金的马，这个马很有特色，它是一匹飞马，周围的这个纹饰也是很繁复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件银铛炉都是实用器，但是这两件金铛炉就不一样了。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两件小的金铛炉它就是名器了。在这个金铛炉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它雕刻的是一头牛或者是一头猪，两个耳朵，大家可以看看，非常的形象。专家呢倾向于这是一头猪的形象。另外呢，在其他银铛炉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件是一个熊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熊呢是怒目圆睁，是非常的形象。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这里也是一个熊的形象，这里也是一只熊的形象，这只熊呢大张着嘴，仿佛在仰天怒吼。考古人员告诉我说呢，在南陵出土熊的形象是非常多的，同时呢，在南陵还出土了，我们可以看这件，这是一匹狼的形象。除了这个狼呢以外呢，它还出土了豹子形象、鸟的嘴、鸟的头部，以及这一件，我们可以看一下，非常精美的一件金光闪闪的龙的形象。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呢，这些金银器呢，和中原的这种金银器，它的风格是迥异的，可以说具有典型的这种草原文化风格的特征，是一种异域文化的一种象征。这里呢，大家可能就要问的，为什么在汉文帝母亲薄太后的南陵外藏坑出土了这么多带有异域风格的草原风格的这种形象呢？这个就和汉文帝本人以及他的母亲薄太后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呢，汉文帝在早年，也就是他八岁的时候呢，就被他的父亲，也就是汉高祖刘邦，分封到了代国。代国呢，就在今天的山西北部和河北西部一带，他的国都呢，就在山西的太原。在代国的北边呢，就是匈奴。所以呢，不论是战争状态，或者是和平时期的这种贸易交流啊，或者是人员的往来了，草原风格和这种中原风格在这里有很深的一个这个融合点。汉文帝本人呢，对代国的感情也很深，代国可以说他是龙兴之地。在汉文帝即位之后呢，他也是数次回到代国，并且减免了代国这个百姓的赋税。所以在他的母亲薄太后去世以后呢，汉文帝选择用带有异域风格的这种装饰品来给他的母亲陪葬，这个我们就是可以理解了。这些陪葬品也可以说是反映了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之间的一个文化交流，对研究文化之间的交流呢，可以说具有很深远的意义。主持人，我这里就这样情况。好，谢谢雷凯给我们发回的报道。你看，通过这些文物啊，我们了解着2000多年前的这种历史故事啊，的确是非常的有意思。但是马队长刚才在这个看短片的过程当中，我也发现了哈，你看，薄太后的南陵当中出土的有奇珍异兽，还有金银器物等等等等，这跟这个汉文帝的霸陵当中出土的像铜器啊、铁器啊，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和反差。这是不是也从一个侧面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汉文帝的确是一个非常孝顺的皇帝？是这样的。从这个文物的情况来看呢，我们发掘的外藏坑呢，这个江村大墓啊，也就是汉文帝霸陵的这个外藏坑呢，陪葬品呢非常的简陋啊。你说的这个什么铜器、铁器，实际上都是非常小的袖珍型的啊，都是名器模型，大量的还是陶俑，还有这个陶器啊。而汉文帝的母亲呢，薄太后南陵的外藏坑发掘出土了呢，仅仅金银器就100多件啊。然后里边出土的铁器、铜器呢，体型也比较大啊。从这个陪葬品的情况来看的话，也反映了汉文帝的孝道，因为汉文帝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这个孝顺皇帝啊，他是唯一入二十四孝的这个帝王啊。他当时的故事呢，最有名的就是清肠汤药啊。对，实际上这个故事呢，是他在年轻的时候，在做代王的时候呢，
这个他母亲呢得了重病，然后他亲自伺候了他母亲三个多月啊。这个据这个史料记载呢，当时这个膝部狭暖，衣不解带啊，包括药呢熬好之后，他都要亲自来尝，来试这个温度，然后给他母亲亲自来喂等等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孝顺的人。后来呢，他做了皇帝之后呢，实际上还一直对他母亲非常孝敬啊。我们从陪葬品里边，就是一个是丰富程度，另外一个从材质，从这个珍贵的程度来讲的话，都是这个薄太后南陵的陪葬品呢，要比他的要质量要好得多啊。这个表现的确实是他的孝道。你看在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探秘了江村大墓以及南陵的外藏坑，通过考古发现啊，也为我们还原了历史上的这个汉文帝。我想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可能最重磅的消息就是汉文帝霸陵的这个确立，但事实上这样一个真相的最终的确认，也是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历经十几年将近20年的这样一个不断探索的这样一个过程，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和努力的。那如果放在我们考古的角度，今天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重大的发现的话，它的最重要的意义在哪些方面？第一条意义就是我们找到了真正的汉文帝的霸陵啊，就是否定了凤凰祖，确定了真正的霸陵呢就是江村大墓啊。这个呢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文景时期是西汉整个社会转型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过渡时期，所以相应的它的这个帝陵制度呢也发生了这个发展演变的一个关键的转变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汉文帝霸陵的确定呢，对考古学研究来讲的话，实际上就是说是研究西汉帝陵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它的转折的关键时期呢，这个陵园形制的情况呢我们就搞清楚了啊。确定了陵之后，我们把陵周围呢这个形制搞清楚之后呢，其实就弥补了这个西汉帝陵发展演变的这个关键时期啊，关键的一个缺环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意义是啥呢？就是说是对后期的这个文物保护和利用呢奠定了基础。为什么呢？因为凤凰嘴这边如果说是没有陵墓的话，我们把重点的人力财力物力放在那儿保护那儿，那实际上是什么都没有，而这边把真墓呢漏掉了，所以说呢会出现被盗掘的情况。如果说我们找见真正的墓葬之后呢，后期的这个文物保护的这个重点啊就有了这个目标了啊。所以说我们将来重点就保这个江村大墓、汉文帝的陵墓这一块呢，其实包括后边如果说是建遗址博物馆或者遗址公园的话，那我们当然也是围绕江村大墓在做工作了啊。所以这个意义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这样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意义，未来围绕着江村大墓的考古发掘，也期待着我们的文物工作者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重大的发现和惊喜。2000多年前啊，汉文帝刘恒创下了文景之治，以此为基石迎来了大汉王朝400多年的风雨兴衰。今天在考古工作者层层的探寻之下，汉文帝霸陵重现于世，通过直播啊，为我们逐步揭开了汉初的历史故事，也将这位孝文皇帝的生平逐渐清晰地呈现在大家的眼前，使我们能够深入地领略到一代帝王的文臣武德。那此刻汉文帝霸陵的外藏坑呢仍然在发掘当中，越来越多的珍贵文物也将向世人还原一个更加丰满的汉文帝的形象，兴许啊还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重大发现正在向我们走来。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在这里要特别感谢马队长专程从我们的这个线上会议的现场赶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未来我们也期待着您带领着您的这个考古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个重大的发现，谢谢。好，那最后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回顾一下江村大墓这一重大考古发现的历程，也要感谢各位的关注。
过这个调查呢，基本上应该说摸清了陵区的整个的这个整体布局。哎，通过外藏坑的整个的发掘呢，也基本上可以确认它应该说是西汉留痕的霸陵。